好，很感谢大家呢，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哲学星期五的讲座。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多人以为今天伍佰要来，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今天又是浪人的情歌。浪人的情歌非正式经济的社会权利。那浪人的情歌呢，主要今天呢，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有位主讲者呢，他创办了一个叫浪人食堂，刚刚大家在十分钟的影片里面应该都可以看到，看到一些简单的介绍。等一下呢，我们就浪人食堂的创办人施贤，他会更详细的来去讲他这个浪人食堂的背后的理念跟他的运作。OK， 饶河夜市，刚刚影片到饶河夜市的那个浪人食堂有去过的举手。好，刚才只有一个五个。好，那这个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听完演讲以后，大家呢有空呢就可以找朋友一起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就先请这个施贤来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个生命的故事。
我们现在专注的就是想要理清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不能回到社会这个过程，其实说复杂复杂，说简单不简单，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两个主要因素，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社会排除，一个是污名，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让比较者很难回到社会。那我后面会慢慢讲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历年来就是台湾官方的这官方的资料，但是学界基本上认为，实际上的台湾的流民人数比这个应该是好几倍啦那没关系，我们暂姑且先相信官方的说法就是从这个2013年开始，一路往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2018年突然掉下来，我就今天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突然发现2018年有突然掉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整体趋势是往上的。那流民人数其实基本上逐年的增加，但是从2003年我们官方的这个处理，就是我们对无家者，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介入嘛，比方说我们会做这个转介，我们做收容。做辅导就作为辅导等等。那从2003年大概将近3000人次的服务人次，3000人次，到2018年这个时候呢，它的处理的人次已经到了38000多，也就是说成长处理的我们投注的这个其实十几倍，但是。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往上走，这就有问题吗？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第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措施没有效，第二个是我们措施有效，但是无家者成长的速度更快，以至于掉下来。那我相信是我相信第二个，因为我认识很多官方的社工，其实都非常的努力，而且很有效在处理的事情。但另外一个讲到有效性这件事，其实现在官方大部分的资源，不是全部，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在这个紧急的这个救护上面，然后包含紧急的医疗等等，就是有比较严重的事情赶快去介入，光这一块就已经耗掉很多很多。那你要让他在投入资源说要让他恢复他的自信心，或者是培力复权，让他回到社会，这个地方就要做更复杂的这个资源整合的工作，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那第一块都已经吃掉这么多了，那后段当然要做就更多。那我们现在就希望说慢慢可以走到这个叫后段的地方去把这边做起来。那么经过一年多的这个经验呢，也有一些想法，后面会跟大家分享。那么大部分的民众在谈这个，在询问说为什么他们不回到社会的时候，通常想法我一开始也是想很简单，就是让无家者回到社会，就是说你中间就是先让他有一些过渡性的资源，让他活下来嘛，然后给他工作。给他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工作就可以存钱啦。你要给他一个基本的薪水，一个月20000多块，就提供他工作。那20000多块，3个月应该就可以出去租房子了吧，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外面嘛，不用房租嘛，就想法可以很简单。那你一个月大概可以存个10000多块，那3个月以后好像就可以自立啦，就可以自立了。我想法很简单。可是事实就比较残酷一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无家者他们的工作，他们其实我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大部分的无家者都有工作我看过各种数据，有50%几的、60%几的，有到70%的，我们大概平均值大概60%多所以说你们到蒙甲公园或者台北车站看，那里面60%多的借由是想工作的，是有工作的。那有部分不想工作的原因不想工作的无家者里面有
高达八成以上，哦，81%是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大疾病，也就是说他不工作是不得已的，哦，并不是真正的不想工作。也就是说，总体来讲，他们是缺少很自主的生活选择这件事情。那么他们既然想工作，也愿意工作，也投入工作，那么就看一下他们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其实超过3/4都是一些比较边缘型的工作，包含临时工、杂工，哦，这个举牌、哦派送报等等，大概都是这占了3/4以上。那这样的工作他们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主流的职场他们进不去，那他们就必须要有其他的。哦，那刚好就是在这一块，我们讲灰色经济的地带，这地方就刚好承接住他们。可是这样的工作，它其实有更严重的社会变化，就是在这样里，那可能保险不足，有可能在那个像比方说举牌在心理感受上，大家如果有去举过的话，哈，就是或者是有去街头坐个轮椅卖东西。那我自己有做过一些尝试，就自己的亲身去做，那个社会的疏离感非常非常重。哦，那在那个过程中，不管是你的老板对待你的态度，或者是你在街头你感受到的，有很强的被边缘化一种感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多就是让他领到一天的薪水，然后可以暂时的。弥补他的生活所需，但是没有办法让他回到社会。哦，但是这样的一个职场，目前对他们来讲是必要的，因为主流职场没办法接受。好，哦，这是一个现象。那么主流为什么这个主流的职场他没办法去接受无家者呢？那我们大概归纳了几点。好，看到主流劳动市场的一个排除机制，第一个是月薪制，大部分主流讲的是月薪，可是你要一个无家者，就是他一个月不领薪水，做一个月之后才领到钱，可不可能？很难吧？对啊，那光这一点就，如果有像我们到最后很钱，不能，我们只是傻一件事。所以现在欧美地区、欧美国家，他们很多都不是，他们有是一个月才发一次，他们可能就两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就发一次。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其实台湾应该可以做啊，只是大家习惯了，就觉得这个是我们正常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正常，这后面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有一种比较进步或者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生活样板，然后要套在每一个人身上。哦，那这个样板本身有它的功能，哦，有很好的功能。但是实际上就是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个样板变成一种压迫，哦，以至于它就是更边缘化。那这个是月薪制的部分。那第二个还有劳保跟在位人士的问题。劳保这件事情它两面，第一个，边缘性的职场它可能没有保险，那我们主流是有保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劳基法规定要劳保，对不对？可是变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有些人有债务，他不想让他的收入曝光，啊，因为曝光之后银行会催讨，他只要保劳保，他的收入就会曝光，那钱就会被拿走，那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不想保劳保，那不想保劳保这件事情就很尴尬啦。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今天要开间公司，然后我想帮助人家去就业，然后请他来，就吊诡了，啊，他不愿意给劳保，那我怎么办？我帮他，我还要违法，就产生这个问题嘛？对，就很吊诡。那如果你是老板，愿不愿意？所以这变成一种很另类的一种门槛。好，那另外就是一个专业能力的门槛，就是很普遍的啦，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变迁，就是整个的市场的一些专业需求不断的快速在改变，那一些年纪大的一些无家者，慢慢他的这个职业能力就会被在这种过程里面被淘汰，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还有年龄跟身体状况的门槛，都不用说。还有进入职场以后的淘汰率，也就是说，当无家者通过，就是这几个四个都没把他打死，那最后一个会有一个问题，他们进去这个主流职场，他好不容易进去之后，很容易被淘汰，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可能在还学习的曲线上面跟不上，或是各种不一样的原因，他后端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健康的状况，让他工作上面也不太稳定的状况，那很容易又会流出来，所以他进入职场之后，他不会有这么高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不想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就是我今天有一些短暂的工作，我就不想因为这个经济我把所有东西都丢掉，他不敢，所以他宁可回到一个他觉得至少我现在还可以活下来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做这些东西的工作，那等等这些原因呢，就是这个主流劳动市场的这个排除机制啦。所以无家者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要回到透过工作然后回到社会很困难，因为他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比较边缘化的。但是呢，我们小结一下，就是因为污名，因为结构性的社会排除，所以他很难回到社会。第二个是无家者他需要非正规经济体系的存在，这个也是事实。好，那第三个，无家者在现行的工作这个环境里面，他很难过这样的过程之力。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希望可以就是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另类的职场，就是相对于对他们友善一些。但是又没有主流的那些框架，这个就是一开始的发心啊，就是说想这样做。所以2018年的愚人节开始，愚人节开，我们那天开的时候还，我们就是会打广告嘛，很多人就说我们是在开玩笑而已啊。那我们就是去年的愚人节开开，那我们就发挥愚人精神嘛，然后就是在然后夜市。里面有一个松山教会，前面坐三个摊位，还有一个摊子没有拍到，然后是卖文创，就卖炸鸡啊，饮料，还有这个文创。那么这个场地是这个松山教会他提供给我们使用的，那我们也因为这个机缘呢，我们再把一些资源把它汇集起来，包括人力然后资金的缺口，前期的支出把它兜起来之后，然后4月1号就开始开。那么我们当时开呢，就是有一些有一些目标嘛，有人希望要做到的事情嘛，大概是我们想象是这个样子。其实有些东西是真的有做到，我们希望从工作里面带来，因为我相信工作是可以带给人力量的，只要那个工作本身它对你有意义。虽然现在大环境好像很难啊，大部分人在工作里面，我之前看到那个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我去看到那个数据，就是说你的工作到底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还是就是很无聊，就是很普通的工作，就是一边从1到10分这样，就比例最高的是选那个最极端值，就是最糟糕的一个，就是大家在工作里面的那个意义感其实非常非常低，对。我们觉得说在那过程底下，人是很，但是一般人会有他有足够的资源去处理的状况，就是说，好啦，我工作就很无聊，就是赚钱，为了赚钱做这个嘛。那但是我另外我就是切出一块我自己的休闲生活，我把资源挪到这个地方，就在休闲里面维持一个比较真实一点的自我，可以在里面享受的感觉，就是那种。活着的感觉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发展，那其实可以达成一些平衡。而问题是在无家者这个地方有点困难，他回到这个街头，他大部分生活已经在那个地方，他所有的生活都容易被赋予污名。然后我们喝酒这件事情，我在家里喝，我自己也喝酒啊，对我喝酒怎么？我在家里别人也看不到，不会讲什么。对，
因为他们没有主持权。哦，他们是所有的生活都曝光在外面，所以在跟甚至男欢女爱的事情，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做出来，别人会怎么看待？但是这样的整个的生活，它就是就是一个无家者，他很真实，他就是从他的需求，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OK，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为什么不断不断的加入他的需求？那么我们觉得说，如果今天在这个工作里面，至少在工作这一块，他可以取得一些意义的话，可以带来一些力量，那他可以重新再整理他的生活，哦，那或许就有机会让他再往前走，因为大部分的无家者。绝大部分都希望可以做，就是流浪这件事情，对极大部分哦，几乎所有的无家者来讲，都是非自愿的。很少很少有无家者说，因为我就是喜欢流浪，所以住在那个地方。那个之后再跟他了解以后，就发现他是在发挥他的 IQ 精神啊，就是说会讲这样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就是看开了。在这边看星星也不错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讲，但实际上都是一个非自愿的选择。那如果说今天从工作里面可以带来力量的话，可以带给他一些生活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比较符合人群。好，那么我们希望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们用共同讨论的方式，至少我们把一些的经营权杂乱出来，都是让我们自己出资，我们把所有资源到位，但是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让他们参与，然后觉得说他们的决定是可以，他们的意见是可以被听到的，然后把汇总在我们这里面。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一种展演，这个展演就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而那个专注是会被让大家看到，这个会引发一些力量。就是第一个，他自己会比较有自信；第二个，别人看待他是不一样。这个也化解污名的一个效果。那在这里，再进一步在形成互动的时候，他在摊位在做服务的时候，在做贩卖的时候，因为很多到摊位的人也知道他是无家者，他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跟他对待，重新去检视社会跟无家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第二个，哎，好。那第三个就是在贩卖的时候，我们要想要创造更多，因为到夜市真的人很多，真的人真的蛮多的，在那人来人往的过程底下，其实有一种社会劳动的能力。因为在那个场子里面，一个无家者他有不一样的身份，他是一个从事服务业的人，对不对？类似服务业的人，就是说他在服务你。那眼前的人他是顾客，这跟你到在公园里面，无家者跟社会大众关系是不一样的。你到公园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跟你没关系啊，他就是街友，他就是一个社会底层。他是个可能是奇怪的人，这样尊敬他，然后你跟他互动关系是什么？你看他就绕道了嘛，眼神就飘开了，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没有我们没有那个互动的脚本嘛，就是我们在公园、在火车站，一般人看到街友，我们没有一个互动的脚本，没必要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走过去。那么但是呢，在然后夜市里面，我们赋予他不一样的角色，而那个角色是我们有平常习惯的互动。不是跟你买东西，所以你跟他互动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自然的互动，当我们创造了之后，他就有可能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带出来。OK， 我们觉得从关系的互动里面重新掌控那个关系，去带出不一样的可能性，再去化解那个刻板印象的边界。我们希望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好，那么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翻转。就是我们在那个摊子，哦，前面在卖文创，哦，后面有一个内用桌，哦，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在这个内用桌呢，很多人都可以，我们那时候之前还
放一个牌子写那个不用消费内容区这样子，反正在那地方就是你爱坐就坐，就是坐下来。哦，那在这里呢，那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在旁边买个茶，哦，买个炸鸡，然后就坐在这边吃。然后这个吴家只要在旁边坐下，因为这边很近嘛，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这个空间的设计呢，可以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互相的接触。哦，就是延长那个接触的时间，哦，扩大它的可能性。那确实是有啊，但这个事情可能要加强。我们之前就发现说像这大哥他就是，之前看到他在这边唱歌，哦，就唱歌给民众听。然后之前像他很喜欢卖文创，就喜欢卖书嘛。他卖书，其中有一本书是那个那叫做《街头生存指南》，哦，那本书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教大家哪天如果流浪的时候要去哪里吃、哪里喝、哪里玩这样，哦，大概用这样比较不错的方式写，哦，里面就有一些现身说法，啊，其中有一页就是写到他，那他就是很喜欢打那本书，就说哎，这个他每次介绍就说哎。你要买这本书，里面有我四十页有我，如果你买的话，我可以帮你签名。因为作者在写，是吗？啊？作者，他是作者。他不是作者，但是其中有一页就是现身说法，就是说有一个类似街头导师现身说法这样子，就是说他怎么生存在街头。那所以呢，我就看他哦，至少看到两次。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办签书会，还蛮特别。对，就是那个关系翻转了，他自己那个互动场合又创造出了新的关系。哦，我们给他一个关系角色，他又叠加出了新的关系，而那关系是越来越翻转的。就是一个街友，一个吴家的，在那个地方办了签书，然后办了签书，那关系翻转了，所以就又可以带出更多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工作场合里面，可以带出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啊，源源不断的把不一样的可能性把它带出来，啊，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但有些做到了，但是一年多之后呢，我们也重新去检视，污名和社会排除这两样东西，它造成的这个影响。有的东西是很细致的，因为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聊了不起就是翻翻文献嘛，然后看一下东西，然后就我们所及的一些认识的吴家者，就我们的了解，我们就这样下定论。但后来发现里面有一些很细致的东西，包括我们这边举几个故事。第一个，这大哥他在卖东西的时候，常常我发现有一个脚本一直不断的在出现，就是客人来，然后他去招揽客人嘛，好，然后跟客人聊几句以后，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我们今天在干嘛，然后他就会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对方就会说真的吗？看起来不像，然后他就很开心，好，后来我就发现他每次跟人家讲他自己是。他其实是在等待人家讲这句话，对，他在丢球，丢球给你，等你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确证他自己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跟那些结果不一样。这个是污名的关系，整个的污名的，在整个的这个社会污名化底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例外，我看到的街友都是把自己看成跟那些街友、跟其他街友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会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无家者的整个的社会连带关系。你像街在那个地方，它就变成化了，它跟主流社会关系、一般大众连接上就比较紧的。除了跟社工以外，它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社会网络，
没办法有任何比较深的情绪支持。他们互相之间都会觉得说，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处是非常表面的，所以他们互相会有一些协助朋友，那比较像是比较功能性的啊、哦，或者是这个可能会借高利贷，就互相借，互相借钱，哦，没钱的时候就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也这边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连带的影响，就是说我们也发现，我们摊位因为不是只有雇佣，不是无家者，无家者跟无家者之间的这个合作会比较困难一点，确实。也因为这个原因，哦，那么这样的一种人，这是一种对污名的一个自我防卫，哦，产生的一个结果。而这个防卫有可能就是对污名的这样的影响，会延伸到他偶尔跟其他人基友以外的部分的人会，这可能当然不一样的身上有不一样的结果，有可能是因为退缩，哦，就产生退缩。有的人是比较容易生气，会愤世嫉俗，而这样的整个的人际关系会产生，它流浪多年以后会产生一种因防卫而稳定下来的一种人际风格，这是他重新适应他生活的结果。OK，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说这个会造成这样，有人会觉得有人对基友的污名。里面可能包含相对皆有都怪怪的，很难相处。但这整个过程，你要说它是真的吗？当我去检视那个污名的时候，有些现象是存在的，但是那背后形成的原因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它天生就这个样子。OK， 所以这后面有一个很复杂的机制，所以变成说，它如果要重新回到社会的话，这个部分有时候是需要去解决。那么，另外，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创摊位上面，因为卖文创嘛，那你就当然就是把商品摆上去，然后你就要摆很多这个牌子，写说什么东西多少钱啊，哈、哦，卖东西基本的嘛，哈、哦，还有人要看到才知道嘛，而且上面我们还打英文，对，啊、哦，自己乱翻，就但是游客看得懂。应该很多外国人。那么一个大哥呢，就是每次开摊的时候，他就是东西啪啪啪就放上去，这些牌子他就不摆，然后跟他讲，他就是不摆，你要很严厉的去盯他才会摆。哦，然后他就是跟他讲，问他说为什么不摆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啊，这个我会卖，我卖得出去的、啊，那个不用摆没有关系。对，那我真的当下、啊、说真的，我自己身上也会有一些偏见，可能就会跳出来。哦，拍到有点难沟通哈、哦，就是懒惰哈、哦。你看像这些东西，就是很潜意识的东西，就会开始跳出来。那但是后来呢，你就不断的去看过，结果他最后才说，因为。这个牌子是白纸黑字，看起来很不吉利，所以他不想摆。这样摆了之后，客人看得很不舒服，对我们生意不好。就他是一个善意，啊，所以他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改成黄底黑字，他就很开心去摆。他不讲，谁想得到？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为什么不走？这是重点，这是他整个在他的整个生命经验里面，所有的无家者都有多次挣扎以后，然后再错的，到最后他学到的状况就是他少讲，他跟人沟通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学习了，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子做就是。我们会对他不高兴啊，不喜欢啊，他也知道，但宁可就是忍受这个东西，他还是不讲。对，那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
那个人在整个的社会边缘化底下的那种承受的压力，跟他迸发出来的声音有多强？对，但是过程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很难去体会这个东西，除非说跟他很长时间的这样相处，你看到很多很多事情，你会发现说，其实他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恶劣的行为背后，其实藏有很多的善意，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过程，他是怎样重新适应他的生活。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所以在过程里面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般习惯的一种言语很逻辑式的、很理性的这种沟通的模式，这种相处的模式，他们不一定习惯，他们习惯一些比较反应性的方式，哦，很直觉的、很利落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是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排除动物后面产生的一个效果，哦，所以能沟通是不是真的？念力符号是，对，但背后的这个理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啊，另外是这个，好，这个是另外这个个案。我，哦，这边的照片其实我放上来，其实都有经过他们同意，然后不同意的我就不敢放。好，那这个阿妹姐在整个。他一开始去年四月一号就开始来，那么他在，你看他每次来上班，他的行李就是这么大，哦，这个算小的啦，越多，就是他整个行李的体积跟他整个人的体积差不多大，然后每次上班就是要从蒙甲公园，他睡的蒙甲公园嘛，好，然后就从蒙甲公园从这个去捷运，然后坐到松山，好，然后。就是下班的时候在将近12点赶最后一班车回到我们家公园，哦，每天这样子做，啊，我自认我做不到，因为每一次的移动都是一次搬家，他就是这样子的，那就非常非常累，但是过程里面不止累，有时候因为这个行李整个家当放上去，你们知道台北捷运站有规定，行李不能超过多少 size 多少 size， 长宽高都有明显明确的规定，哦，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被拦下来，就不准去捷运站，然后他们又没办法上班，就这样状况，这是一个我们想不到的社会排除的机制。可是很吊诡的是，等到假日的时候，假日选举就会开放，因为有人要去这个去滑水，哦，就是那个滑板，哦，滑板很大，就开放，那这么大的就可以假日很大，方便大家去滑水。对，这就是中产阶级的人定出来的规定嘛。对，就怎么会知道？你不能怪这些定这些规定的人，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面就是长那个样子。好，没有，这我们后面再讨论。所以呢，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也没有坏人，可是就会产生一个坏的结果。那阿妹姐不但是这个样子，她每天像我们摊子很多人在跟大家合作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抱怨，就是说，阿妹姐怎么？就是不喜欢推单车啊，哦，有时候会迟到啊，哦，啊就是这么累啊，啊就是这么累。我现在摊位大部分的无家者都有睡的地方，就有暂时收容的地方，哦，可是女性无家者现在目前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大部分的收容，我说游民收容中心是可以收容这个女性无家者，他不想去。大部分的服务还是以男性楼价者为主，因为男性楼价者占极大多数，哦，那所以他的这个状况下，所以他宁可就是睡在农家公园，哦，所以他
的体力各方面，哦，就是现在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先讲十二点是不是？要八点二十。好，那我放一个短短的短片的话，大概两分钟，哦，就是阿美姐她自己现身说法，我们一个志工帮我们拍的影片。阿美姐因为她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因为太过劳累了，就会有脱线的状况，哦，那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去做一个协调。那么我自己都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刚开始我会觉得说哇真的很难控制的，就是有时候要去看车的时候她就躲到厕所里面去，哦，然后就我帮她开始开始那边躺回来了。对，但是我自己去跟他推餐车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好，没关系。那我后来就发现，我们几个伙伴去跟阿美姐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推餐车，我就觉得跟他推的时候，餐车特别轻，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他推摊车特别用力，特别拼，他并不是很懒，不做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有年轻者，有中年老人，年轻老人，年轻人的工作能力也较强，工作率两三万，那做法是多？对不对？如果说一个月只有万把块的，9000块的话，只要租房子拿走的，一般人的话你节省一点，节省，那节省到最后就是二手两次买东西怎么都贵，算不够，要不就捐物款的，也是靠人家的资源，没办法能供应大家，你要换点别的换，你要吃什么吃，真没有工作。喂，你们早上好。现在的他的处境，他现在是在公园上，不管是公园还是台北车站，都有规定，就是几点之后不能躺着，哦，对对对，因为有爱患在，哦，那我想公园是有点暗，稍微早一点，哦，那所以呢，在这过程里面，阿美姐的这个体力负荷会比别人还大。你就爱做工作，你看他5点半要起床哎，他做夜市做，回到农家夜市都已经1点了吧？对。
对啊，将近十二年的车回去，对啊，弄完他搬家回去，然后拉彩妆这样子，对啊，那怎么？那这样状况他很缺氧，而且接头又长，对啊，体力的，所以他白天就要找地方补眠，去社会局补眠啊等等，啊，就长期。无家者对于大部分无家者来讲，就是长期的这种睡眠负债，是很常见的现象，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他做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我们做起来跟他做起来的体力负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更大的这个包容，所以在这个过程，如果他还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对他的发展，他的整个智力发展就不能够让他不长大，就是硬要逼他到后面去，然后就叫他工作教育这样。所以在工作过程里面，很容易就再度的被污名化，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就是他们怎么去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层级机制跟污名，它有一个交互，互相移动的一个影响。那其实有更多的一个例子，我会一一讲。那我们整理出来，在为什么工作存不到钱，为什么有钱不租房子？其实，在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我们认为，有四个面向的工作必须要同时做好，才可以回利于有家者，就让他的这个自主生活的能力可以往前走。除了工作，我们一般都在讲工作跟财务的人，通过工作，然后赚到钱，然后有他的物质生活，尽量充足，然后才可以租。那我们往往就忘了后面的人际关系的人际风格跟他的个人的健康这两部分的工作一定要做好，而这个会互相的连带影响。我们曾经就有一个个案，他是经过浪人食堂的努力以后，他存够钱了，他出去租房子了。准备去外面工作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啦，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有个人到那个地方，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就回来了，又回来求助，对，钱就花完了。为什么？他的人际风格使他在外面遭受到人际挫折，而人际挫折之后呢，因为人际面向的问题，导致了他健康，他的忧郁症。忧郁症病发就退缩在家里面，也不去工作，一个多月以后存款很快就花光了，花光了就回来求助，然后又怎么回来求助？那我们很庆幸他还愿意回来找我们，他的过程里面他几乎回来的时候他是有讲他自己有想过就这样走了算了，对。还好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过程就是他人际影响到健康，然后影响到工作，再影响到财务，他整个是你一个东西没有做好，你后面的东西做得再好，都可能被拉回去，就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资源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好，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心得，不止资源要整合，而且每一位无家者他发展的过程，你要看他的一个人的一个状况，必须要适性的发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进程。那所以呢，我们后面我也谈一下，就是我们之后的工作大概我们希望怎么样的，我们讲怎么做。所以我们回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自律生活。我们现在要谈赋权啊，或者培力啊 ，empowerment。那么我先定义一下什么自律生活。自律生活不是像我们讲就是说，有工作，然后可以租房子，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这个住居所，这样子去。它是一种自主权利的扩展过程，而且这个扩展是有程度之分的，它不是只是有无的差别而已。在这过程里面，个人能不能有多大程度的理解跟善用资源，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去开展出他实际生活的选择，他也可以承担责任，然后到最后建构适合自己的一个功能角色，就是整个赋权的一个怎么进程。那这过程是有一些性格，所以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年多的反省里面，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级激励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瑜伽者在这里都可以有一些他的位置，哦，那不用去强迫他，那就让他适应的发展。那么第一级呢，是他可以有机会运用一些过渡型资源，然后初步缓解被压迫的一个生活状态。第二级是可以管理他的生活资源，并承担开始承担他自己的个人责任，哦，他自己会有自己的承诺，他自己定的目标，那去扩展他的生活行动。那第三级是他在平等的基础之下开始做人际合作，完成共同目标。这时候承诺是人际之间的承诺，他可以互相跟人互相的承诺，跟互相负责，不是只有对他自己。目标负责而已。那第四级是有独立扩展生活资源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一般在谈自立生活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是跳到第四级。所以这个这部分就有问题，所有的组织就会，我们就跟政府申请资源，跟你执行，他都要看这些指标，没有到第四级都不算。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对不对？那你可能硬逼他到第四级。因为你有很多面向的合作，而且一样的合作，而且这四级都有四个面向，刚才前面讲的四个面向，包含人际、健康、工作、财务四个面向要同时做，才可以把这个制度方面做好，这个培训工作都把它做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现在一个初步的一个做法，我们希望可以，这里画了一个非常非常比较复杂的一个图，稍微秀一下，是希望可以在工作面向，它有一个四级的发展；人际面向有四级的发展，一样，财务、健康都有四级的发展。这个四级发展，我们通常看到都是我们期待的，都直接期待它直接跳到第四级。但是每一级有每一级的工作要做，而每一级都是一个成就，都是一个成就，我们都不能忽略这件事情。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做好这个资源整合，因为你一个点不可能这边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这边你要就一样，不太可能的事情，你没有被扯。一定会被扯回来的，我们一再的看到个案这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资源整合的工作也要做好，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工作也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啊。那当然希望我们三到五年以后可以发展一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国家的自立培育中心，然后把这个东西建构出来之后，希望对政府可以选，因为毕竟政府还是资源最多的那个人啊，哦，那所以如果今天可以写的话，可以把这整个概念放在整个政策里面。我觉得在整个这样的培育工作会进展更快速。好，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好，时间差不多了，好，那我先到这个地方。好，哦，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这个思贤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知道这个，他毕竟有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背景，所以他对于那个人的互动的那个观察是非常非常的，或者非常细微。我觉得，然后呢，他刚刚之前谈到有很多，他们这个无家者的一些个别，然后放在那个浪人食堂里面，然后促使他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受益蛮多的，因为上次我有去这个浪人食堂的时候，刚才那些我都有遇到，但是毕竟我没有他专业，我没有观察到很细的。不过我觉得那个浪人食堂一年多来，然后思贤这个，我觉得他刚刚这个，我觉得刚刚这个比这个啊这个。他刚刚这一番说法，我觉得他有一点，我觉得是他一年多来，我觉得蛮深刻的自我批判。我个人觉得，还蛮深刻的自我批判，对他自己，从这个一年前的愚人节做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有很深刻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要有蛮大的勇气，特别是他还有很多这个媒体去访问他。如果一般人的话，搞不好像我的话，可能就被冲昏头，觉得哇，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他没有，我觉得他保持一个很冷静的一个心，然后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子会让这个浪人食堂可能会走得更
更远，好，他不断的一些思考。好，那我们接下来哈，等一下我就请这个静书，那静书我想他会谈比较多制度面的东西，怎么跟非正规经济在台湾，或是在其他这怎么发展，好，目前状况是怎么样？我想应该会有很精彩的补充。好，我们请静书。声音吗？对，好，我很喜欢在接这个事情的后面，因为在后面分享了，其实他把前面 OK， 好，大家好，他已经基本上把基本的架构都谈了，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各位听完事情的分享，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就想要问各位大家，大家觉得浪人市场这样的存在，在台湾现在的环境里面重不重要？很重要，大家都说很重要。可是，好，比如说来问你，为什么重要？扮演一个组织领头羊的角色，然后可以让家组织被效法浪人市场的做法，或者是让浪人市场的经验可以被传承下去。OK， 好，所以是一个领头羊，希望有更多的一个复制，对不对？好，没错。所以其实，我认识师姐这么久，也一直在长期在观察，浪人食堂这样的一个组织角色。我其实今天主要会去带一点分析，就是说浪人食堂这样的一个组织，它的特色是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那先回到，其实刚刚师姐谈到，其实，社会派出跟我们其实是绑在一起，对不对？好，那比如说谈到街友，我们都会说社会常有这些，为什么你要帮助他？为什么这些不用工作就有饭吃？我还努力工作，那你每天在那边发物资，他们就赖着不走。OK， 好，然后每个地方东西都乱丢，环境脏乱不堪，啊，一群人这样看起来脏脏乱乱挤在一起，哦，有碍附近的商街的商业发展，还有社会观感很差。这其实都是我们常听到的有关于对于街友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印象。所以其实这里面，刚刚之前有提到，它隐含了非常强烈的一个什么污名。比如说，你刚看到那两位，阿美姐、徐大哥，他的穿着，哇，就跟我差不多，他们可能穿的比我还要更正式一点。但是我们讲到街友，就会浮现一个脑海中很刻板的一个图像出来，那个就是污名。有一本书叫《污名》。那个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我想大家都知道郭富城写的。那里面其实有，我印象中我读到一段话，污名是怎么形成的？很简单，因为社会有一个正常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正常标准以外的非正常的标准，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污名。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很难容许这种非正常的运行方式。所以他们很难得到社会的完整的接纳，既然很难被接纳，他就会形成第一个排除，有没有？我们的社会就开始慢慢的排除他们，排除他们。然后这个排除的过程里面，就会透过污名去强化这种排除的正当性。你看脏乱影响我们的发展，所以这些把它赶到旁边去，我们的发展就会好起来。常会有一堆里长哦，有那种街友的。在那附近的里长就有这种说辞，所以这种污名跟社会排除其实伴随在一起。好，那回到一个很根本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在讲，当你是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发展的时候，你在这个体系里面相对是比较有机会发展。可是被排除的人，他就遇到了两个重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他本身是要去想办法对抗那样子的一个污名强加在他身上的一个负向压力，所以他不是从零，我们在讲的大部分可以从零，他们是从负的开始，因为对你带的刻板印象一定是对你有非常深的往更深的那种社会的刻板想象，其实你要去扭转那个印象其实已经不容易，所以你势必是从负的开始，那他就会影响更多的，包括他在社会权益方面的一个权益上的受损。所以其实，包括实贤，包括劳政，包括大家也知道百味、王草心，我们这些团体其实
这几年一直在发展的一个，就是让大家更理解什么叫贫穷。所以我们大概今年这已经第三年了，哦，贫穷人的台北十月会正式开始，请大家注意一下官网 ，OK， 好，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资讯的呈现。那像拉人斯塔，大家应该在做的就是翻转那个刻板印象，翻转那个刻板印象。好，那我们其实社会上对于看待街友，其实会有一个很直觉的逻辑，而且那个逻辑是用社会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工作？你直觉嘛？那你会住在街头，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工作。你不愿意去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钱租房子，所以你就会流落街头。所以你只要去工作就会有收入，你就不是街友，有没有？我们就很直线的这种考量方式就出现。可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直接用市场的逻辑去思考这个社会问题，可是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社会有非常多，甚至有一个非常大的族群，隐性的族群，他可能是一个长期失业者。我不要说街友，一般有家庭支持的，家里可能都会有长期失业者，对不对？长期失业者他本身，你说他没有就业意愿吗？哎，有很多人有就业意愿，可是他一直被劳动市场排除出来，一直被排除出来。第二个是，刚刚之前有讲啊，他不是没有工作哦，可是问题是他们的收入无法去支应居住的成本，啊，无法支应居住的成本，它就形成了一个居住排除。所以这两个结构构成的街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我们就觉得说，那他好像没有工作，又没有住所。那这两个逻辑，其实现在的台湾最大的问题，它都是在很强烈的市场化的控制之下，对不对？就业本身就被当成是一个市场化，居住我们知道的高房价这种市场化又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其实它本身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大多数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当我们用市场的逻辑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因为很简单，我直接带入一个，你只要去工作，一切就解决了，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容易吗？对，没有，没有那么容易。好，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说，哎，刚其实之前已经谈的非常多，哦，有关于社会排除。那什么叫社会排除？我刚才也介绍了。好，那既然人遭遇到了社会排除，他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这边就列了几个。那街友在社会排除下失去的是什么？第一个，选择机会。他的选择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我举一个直接的例子，比如说，当你今天的手头上就已经不是很宽裕了，你又没有居住的地方，你今天有机会，假设你有机会去应征一个工作。好，我们一般的人interview我们来应征的，我们都希望看到什么？穿得体体面面的，应对得宜的，有没有？至少感觉干干净净的，机会可能比较大。那如果他穿着平常那种衣着，那没办法，他就只有那个衣着，他穿着平常的衣着完，对，他interview过的机会高不高？他可能就会被刷下来。所以欣赏这种资源就会限制他的选择机会。那他选择机会有限，就很难重返我们在讲的主流市场的那种期待。这个也碰壁，那个也不行，这个也没办法。那他能怎么办？你让他怎么办？那当他选择机会被钳制的时候，他事实上所享有的权利跟福利的差异，也不会跟一般人正常，我们一般的非街友的体系一致，很难。哦，比如说，我们通常社会的保险这一块体系是跟我们的受雇身份绑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今天是一个受雇者，一发我就有劳保、有健保，该有的都有。可是当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受雇市场，他就失去了我们在讲的劳保，某种程度也失去了健保。虽然现在健保已经不锁卡，可是在救济上他们是属于一切健保费的族群。所以他的权利跟福利也会有产生差异。再来，更直接的，他会产生一个很隐晦的什么劳资关系。我刚刚有提到，街友最常做的工作有什么？有印象吗？刚提到，举牌，有吧？举牌、镇头、临时工，有吧？这些都是工作，都是工作。可是各位去想想，这样的工作背后的一个社会结构是怎样？
它其实有可能存在的，我们认定是劳资关系，可是它会是一个非常隐晦。比如说举牌，举牌这种工作，我们都讲说啊，你被已经被人家要求，你就只能在这里，对不对？八个小时就在这个位置，指挥监督啊，人格从属权都有啊。可是他当他进入举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在体系里面找不到他的老板是谁，因为找不到他的老板。当找不到老板，他就不会有劳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被隐藏的。比如说正统，啊正统，我就是今天当变当成志工的身份，去到那一边领个便当费300、400、500，你是志工哦，你不是我受雇哦，出了问题我不管了。这也是一种被隐晦、被隐藏的劳资关系。那当这种劳资关系被隐藏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劳基法所保障的劳资关系的权利跟福利就很容易被排除掉了。好，那你会说啊，他也可以据理力争啊，对不对？他可以据理力争，可以法律上赋予他据理力争的机会，但是他会不会愿意去行使？很难。为什么？因为当他选择机会有限，这一些变成他唯一所得的来源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去跟这种唯一的所得收入对抗吗？当他去做对抗，拜托，你以后都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些关系都会造成他有更多的权益上的丧失，哦，权益上的一个丧失，那更容易进入我们在讲的非正规经济，哦，非正规经济。那其实非正规经济是不是都不好？我觉得，那我们要就来看一下什么叫非正规经济。好，那我先谈一下大家想象的贫穷者能做的，好，比如街友能做的都叫非正规经济嘛。好，那我们先来看贫穷。好，我本其实是要研究贫穷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我本在1990年，他曾经访谈了40几个国家25000多名贫困者，分析。他得到了我的结论，这五个：贫穷是动态的，贫穷是复杂，贫穷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都以为他没钱，给钱就解决，不，没那么容易。第二个，政府在影响穷人的举措，大部分是无效，要不然穷人不会越来越多。OK， 好，那 NPO 组织在协助穷人生活的作用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穷人越来越多 ，NPO 的资源又越来越被分散的时候，你就很难把完整的资源去支持一个人。每个人都只能分到1%、1000分之1的时候，你能影响他的效益就会被削弱，就会被削弱。好，社会组织，什么叫社会组织？穷人以往还有机会透过一些经济地下组织相互支持互惠嘛，彼此帮忙帮衬一点。可是，在国家法律，比如说我们常常对非正规经济，常常认为啊这种都是不好的，我们去清除它之后，事实上那个组织体系就会被瓦解。就很难再重新结构，所以这种保障其实一直在弱化。那更直接的，贫困会使得家庭解体。我想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了。其实台湾以前都会有一个概念，在没有劳、没有健保以前，其实家庭最怕出的是什么问题？生病哦，大家有听到一个谈的，为什么？只要家里有漫长的这种慢性疾病，庞大的医药费会拖垮一整个家庭。所以，当一个家庭会因为某一个因素的变动，会使得整个家庭被往下拉的时候，家庭就会开始解体。为什么？因为你很难再要求家庭的成员去共同承担那样子的一个贫穷的风险，对，它会解体。好，那这些因素使得大多数的贫穷，他还是要生活，他还是要收入，那他就会进入到所谓的非正规经济。在以前的非正规经济的定义，都认为它是低效、没有效率。过时的、违法的，甚至是刻意要避免监管。那这些非正规经济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帮个人提供法律或社会保护。那这些人从事非正规经济，反而更容易遭受到经济的匮乏。几个理由：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它是不完全覆盖。为什么？非地下经济我刚刚讲很难被检证存在劳雇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险是挂在受雇的身份底下，当你劳雇关系没有办法很明确的举证的时候，你的社会保障的这一块你就会不完全覆盖，就会有到处都会有疏漏。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非正规经济，经常有突发性的贫困，还有因为国家认为你是违法，违法就抄掉，对不对？抄掉之后就没有了，
他没有了之后呢，当然就会突发性的贫困，所以他的风险是更高的。第三个是这样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会存在一个社会机会的发展不平等。哦，一样的概念，我们其实人到后期最近大概从80年代之后一直在强调人力资本的自我提升，对不对？国家也会有资源在协助人力资本提升，可是不要忘了，这些资源一样也是挂在劳健保的体系，哦，受雇关系底下。好，大家知道，在台湾劳工基本上有一笔费用，你可以跟劳保局申请，好，劳保局申请，然后你可以去参与一大堆的课程，这就是国家提供给你的资源，好，让你去提升人力资本。可是，在没有雇佣关系体系里面，这样子的机会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它的发展，社会机会的发展本身就存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好，所以非正规经济就是贫穷吗？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哦，这也是一个问题。对。后来开始有更多的去研究非正规经济这个体系，发现哎，非正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糟到要把它全面清除掉，反而找到它存在的理由。哦，比如说，哎呦，国际劳工组织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24号建议书，这建议书就关于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这里面其实这个建议书最根本的观念上的转变是，它不再用好跟不好去看待非正规经济，不再认为非正规经济一定就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之前其实刚有提到，参与非正规经济的都不是自愿。为什么被迫？哦，没办法，我一般的劳动市场我就进不了，我就是被往下掏，被往下刷，刷到后来我还需要生活，我就只能去参与非正规经济。那这里面既然不是出于自愿因素，而是社会的约束、社会的市场的淘汰，或是一大堆制度，或者是对刻板印象，甚至是在美国，只因为没什么，只因为你是黑人。精神状态只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你就注定可能要比别人穷。哦，这种社会上的拘束，还有基于他生活的必要性，所以非正规经济对他们来讲，这种微型规模跟就业反而是提供他们一个可负担服务跟促成减贫的机会。减贫的机会，大家会觉得说，哎，啊，我每天比如说去举个牌，对不对？我举牌被剥削的很严重，哇，怎么可以这样剥削？不行，可是回过头来，那他透过举牌，他一天可能可以领到700-800，这700-800可以让他撑4天、3天的生活。哎，这对他来讲，他某种程度可以比贫穷稍微远一点。我不敢说他完全脱离贫穷，但是比贫穷稍微远一点，对不对？但是我必须想到，他还是属于被剥削状态。所以非正规经济在现代其实去看会发现说，事实上它有非常非常多，哦，去协助的一个必要性。那有本书我还蛮建议大家有机会找，尤其到尤其出版社出的，哦，美国的社会学者Neil， 他在研究纽约第六大道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纽约的第六大道大家知道，在美国其实不太接受能够接受街头摆摊，可是美国的第六大道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很多的黑人，或是贫困者，或是更生人，或吸毒者，他可以在第六大道摆摊，透过摆摊这种非正规经济找到一个维生的信息，也还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在讲微型经济网络。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今天我想要摆摊，我有一堆旧的杂志要卖，我想摆摊在街头上，对不对？好，那我要摆摊，可是有这么多人，大家都要摆摊，那我为什么会有空间？你为什么确定你有空间？因为他时间到，全部警察来都会清掉，而且他也不能占地为王嘛，你不能把东西就放在那里，不行，一定清走。他们就发展一个体系，可以啊。另外一个贫困者说：“哎，你要摆摊的，我来帮你占位置。”他可能早上清早有没有6点？哎，4点、3点就去站在那里，大概站到8点、9点。哎，你来了，好，给你钱，谢谢。好，这个占位置有一天的收入。这一个要去摆摊的人，也因为这样，他有机会取得一天就业收入的机会。哎，他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经济体系。好，
那这放在我们现在的标准里面，全部都是非正规。可是在这个网络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经济体。那刘立尔他其实观察这个现象，他发现他就我摘要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存在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文盲、毒品依赖，还有从精神病院跟监狱过渡到工作、家庭衔接不足的情况的话，会有一大堆人是没有办法照着政治体制的要求过日子。好，如此看来，这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把那些被社会创造出来的被弃者逐出公共空间。政府常态做的就是啊，你们摆摊有碍社会观瞻，全部清掉；你们在某甲公园这边也躺那边也躺，有碍观瞻，全部清掉，全部赶走。赶走就是眼不见为净。好，所以他认为不。你的正确方式不是把他们清除，为什么？这一些人的存在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他认为应该要处理的是，如果一个存在赤贫人口的城市要能够安康，是在让那一些边缘人群有从事自主创业活动的机会。自主创业活动的机会，这其实就很呼应师姐他们在讲的这个体系，怎么样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里面，这是李尔他其实这本书很强调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来看浪人食堂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它有非常多的功能性。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对这些贫困者提供了一个经济赋权，经济赋权的机会。第一个，它让他们开始有了经济自立的市场机会，他们每天要接触这样市场，来夜市逛街的人，对不对？透过这样逛街消费，他们取得进入市场的一个机会。好，第二个，他提供了一个融入网络的能力。融入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能够融入更大的网络或更多的网络体系，你的社会资本就有机会建构。社会资本对于一个我们在讲相对弱势来讲，它是扮演了非常强大的功能。甚至某种程度来讲，如果你的社会资本够雄厚，你离贫穷可能也相对更远。因为社会资本体系里面会有一大群你可以协助的资源，你可以找得到协助的资源体系。那再来，每一个在浪人食堂里面工作的人，他有收入哦，他有收入哦。当他有收入的时候，他就开始掌握了控制资本的权利。如果他今天把这些收入做更友善的运用，应用在自己的人力投资，或者运用在物质资本的投资，比如说居住，事实上他就有机会重新回到我们在讲的主流市场，重新回到主流市场那样的形象。所以其实经济赋权在浪人食堂的案例里面，其实带有一个很强烈的叫先要做复原，复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往这些人是从社会主流价值被抛刷下来，可能长达十几年、几十年。你不能期待他突然之间明天就能到台积电上班吧？不可能吧？所以他需要一个缓慢的复原的过程。那浪人食堂正好提供了这样的需求，提供了这样的需求。好，所以如果我们来看，非正规经济当然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消灭非正规经济，不是吗？因为你消灭它，它什么都没有，它又回不了正规，又没有非正规的体系可以去支持它，对，它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让它慢慢的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复原。我们在讲复原，所以非正规经济的处理应该是渐进的，也是你要先保留显著的就业机会、收入的潜力，然后着眼在他们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善。好，什么叫问题的改善？这其实就是 ILO 在1990年在开始发展的尊严劳动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一个叫工作中的权利。好，各位，我问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街头上很多卖地瓜的地瓜妈妈，知道吗？哈。对，他有收入，对不对？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怎么上厕所？跟店家借。他如果店家不愿意借，捷运站，对，他还要去讲，有些捷运站要付钱之后才能进去，有些厕所是在里面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工作人员讲，他会让你们的人去啊，对呀，所以这就是这个社会愿不愿意提供他们更多机会。我举一个例子，刚刚那本书人提到，哦，美国纽约就发生这种事，他们这一些人赚到钱会跟当地的店家消费哦。哦，会跟当地的店家消费，可是当地的店家呢，通常会把厕所锁起来，锁起来不让他们使用。你要使用可以，你要先买他的东西，成为你的顾客之后，你才可以使用他们的设施。好，哦，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非正规化，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善他在工作当中所存在的各种这些问题，哦，慢慢去处理。协助他能够在工作中有更高的尊严，有更高的尊严，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正规化的一个导向。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讲，哎，如果我们的想法就是把正规经济慢慢的把它导向正规经济之后，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正规经济又会把大量的人往非正规体系里面丢，有没有？非典。一大堆非典派遣临时工，一大堆的平行的工作，正规经济所丢出来的，所以又会把人从正规经济往非正规经济里面丢。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应该可以有更不同的想法，就是我怎么样让非正规经济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团结经济，也就是这一群人，他可以靠着不同的体系、不同的资源相互合作，产生的一个团结性的彼此互助的一个新的体系出现。那这样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问题。好，那社会团结经济其实国外其实包括欧洲研究了非常非常多，哦，大概从1990年的时候一直研究非常的多，但是相对台湾很少人在谈这一块。简单的谈。之所以能够被定义为社会团结经济，最主要的逻辑是经济活动，哦，经济活动包括商品服务的生产跟交易，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是满足人的需求，而且强化社会的平等跟正义，生态的可持续性，它是内部是合作的，而且是有民主价值观。从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因为这样的经济逻辑跟我们现在台湾社会想象的经济逻辑好像差很多，对不对？我们的经济逻辑很简单了，来拼经济，哦，很直接。哦，台湾最恐怖的是总统、立委、市议员，然后里长，所有的选举，每个人都说要拼经济。啊，可是我们在拼什么经济？啊，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在拼什么经济？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经济这个概念，某种程度它有没有机会为善？哎。社会团结经济的想象是可以，而且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非常多的交换的需求，那经济来自于交换需求，我如果可以让这样的经济活动满足人的需求的话，那事实上就更能够符合社会团结的需要，它就排除掉我们在讲的从资本的逻辑考虑，从资本的想象，从盈利的角度，纯盈利的角度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想象。 OK，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发展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些组织到底什么样的组织是符合社会团结经济的想象？我必须讲，当然是它，我认为是符合，哦，是符合。第二个，这样的组织原则，它一定要有不同的原则。那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则，很重要的一点，人的位置在这些经济组织里面优于资本。我再讲一次，人的地位在这些经济组织里面优于资本。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经济组织最大的目的就是创造资本累积。为了创造资本累积，人是可以被牺牲的，所以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这样的市场，因为这样的逻辑而来。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逻辑，人跟资本位置要对调，否则我们永远没办法改变。只要资本是最大的、最上位的、绝对的主宰跟控制者，我们永远改变不了那一个所谓的经济恶果。所以你要改变，就是要让人的位置优于资本，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所以，纳什市场符合这样的一个逻辑，从这些人的需求去协助，而不是从资本的需求去考量。好，
所以这里就会有，我把它列了一个比较。哎，我们在想说传统的资本经济的想象，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刚我们在讲的，如果今天有需要工作，没有工作，我们想的没有工作，那你就应该去工作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想想放在现在的社会逻辑里面会形成怎样的状况？在资本经济里面，你把它逼去工作，它会形成了一个，也就是说，哎，你要有工作才有福利。美国的逻辑就是工作福利所创造的。工作福利最大的逻辑是，当一大堆人为了要取得福利，好，为了要取得福利，什么工作都做的时候，社会就会创造更多的低薪工作。对他们来讲，你只要有工作资格就好。那从企业角度，哎，一堆人只是为了要取得这样的资格，那我不用付你符合你劳动价值的薪资啊，我就给你一个低薪的，没有那么多人都要挤到我这边来，所以他会创造工作福利。还有传统的制式的职训都是想象的，把人马上往劳动市场，正式的劳动市场里面推，对，直接往那边推。可是这样的推反而遇到了一个问题是，第一个，你把一群被劳动市场掏下来、刷下来几十年的，瞬间你把它丢回的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一定有适应不了的问题，一定有不断受挫的问题，对不对？再来，这样的组织通常它的弹性需求都是从企业的需求角度出来，不是为了这个劳动者的需求而设计，都是为了企业的需求所设计的，所以它就会形成更强烈的劳动异化。再加上我们基本上大多数的政策都是服务资本的需求的时候，就会创造非典更多的低薪就业，那就会形成更强烈的福利依赖，这就会是经济，我们在现在的所谓以经济为优先的资本主义下会创造出来的结果。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结果。好，换另外一个角度，从社会经济的路径会是怎样？第一个，这些工作对他来讲是一种融入社会的途径，所以他们形成了欧洲现在一直在推的叫做工作改革，也就是工作的目的是要让你想办法重新回到市场，所以他会整合各项的资源协助你，协助你。好，第二个，它是一个融合式的训练，这个融合式的训练就会开始出现什么？从这个就业者他的需求，从他的角度开始做一些规划和设计，使他能够融入到这个经济体系里面。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合作经济跟社会经济，其实我发现其实合作社是蛮适合的，蛮适合做这样的体系。比如说在台北市有一家叫智力劳动合作社，他是在做一些肥皂，简单的肥皂的这些加工还有食品加工。那很有趣的是，它里面有四位社员都是我们认定的精神障碍者，精神障碍者通常会有的，当你在高压的工作环境里面，很容易刺激到他。那这种合作社模式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合作社里面？因为合作社本身的流程，它可以为了这些我们在讲的经济这种精神疾病的患者去重新设计他的工作流程或他们的需求，那这种结果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我是因应劳动者的需求的弹性，而不是为了企业组织的弹性，所以它又形成了一个我们在讲融合式的就业，而且是服务人的需求。那国外其实一直在研究，其实这样的一个组织，社会经济的组织实际是很适合协助我们在讲的失业者，而且是长期失业者，且有经济弱势者、中高龄妇女、单亲妇女这些女性充满社会的一个逻辑，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好 ，ILO 其实也一直在强调，合作社是组织非正规经济功能，是他们正式化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其实，在非正规经济都是个人，都是个人。那个人很直接的，我今天假设每一个地瓜妈妈都是零散的，没有背后一个基金会的话，每个地瓜妈妈自己都要去市场批地瓜，对不对？那他个人去面对那个市场，他其实没有抗衡能力。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集团，有一个集结的组织，不一定是要合作社，有一个基金会或合作社帮你做联合采购，你可能可以找到取得相对的价格便宜的产品，你的之间的利润就会相对提升，所以你透过集体形成了一个组织化，
是让你重新有机会对于市场取得谈判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的想象。所以其实从刚刚的脉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以让的这样的角度，它其实提供了经济的资历，没错吧？哈，这一些人某种程度，他不会是从传统的劳动场域里面受到那种排挤、高度竞争、高压的，而是一个相对在劳动是自由的、是自在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其实可以逐渐累积社会资本、人与人交往的资本、人理解能力的资本。理解社会的资本，从这里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慢慢的，这样的资本又可以使得他经济自立的能力更强，所以他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好，所以其实最后一张 PowerPoint 就做一个终结。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年搭几个团体十几、二十几个团体，对不对？二十几个团体在今年十月做一下，就是第三年的贫穷人的台北，我们的一个活动。那这个二十几个团体，大家其实都是也没有太多的资源，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倡议，对社会倡议，让大家理解什么叫贫穷，真正的问题，贫穷的因素为什么会形成。比如说我们今年又分了四个主题，贫穷人、贫穷的街友或者是贫困者，经常为什么会变得贫困？它可能有四个面向。第一个，他的经济金钱这一部分相对不足；第二个，工作容易受到排除；第三个，他的家庭有机会来谈一谈家庭，家庭的支持能力是不够。我们常常会以为家是避风港，对不对？好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在外面街头流浪？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我们通常忽略了，其实家庭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是避风。很多人其实在家庭受到伤害之后选择逃离家庭，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倡议很重要的概念。第四个功能，之前刚刚有提到你的功能，身体的功能，比如说你是身心障碍者，你在这个社会基本上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少非常多，少非常多，就业的机会就少很多。你今天坐的轮椅，你要去任何地方面试，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大家看到你坐轮椅你就不会有机会，社会就存在的这种无名的歧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联合的倡议行动，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理解，透过看见、聆听、体验、团结，然后有系统的去认识贫穷，然后大家来共同思考怎么去解决贫穷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贫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回应刚从刚刚师贤的大安食堂的一个存在社会之所以重要，回应刚刚问的问题。大安食堂为什么重要？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组织能够越来越多，因为它势必能够创造更多不同的我们对于经济的想象。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翻转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就先做一趟，谢谢。好，我们谢谢建叔。刚才建叔说的里面有本书叫《这个人行道》，在讲美国纽约第六大道的这个接麦者。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国呢，那些街卖者呢，他们是合法可以在街头上卖书、卖杂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因为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所以他们美国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卖他的文宣、他的书、他的杂志，这是宪法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去买。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去，所以他们这些在纽约大道上，他们白天然后就去卖一些，那他们卖的杂志呢？其实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就马上联想到大字，对不对？但是它运作是这样，跟大字完全不一样的。纽约的那一个，事实上大字，我们知道大字 Big Issue 其实来自英国，对吧？英国的 Big Issue 授权台湾，但是其实英国的 Big Issue 是从它也是从纽约的那个街卖的他们的杂志启发的。那纽约街卖的杂志为什么会形成呢？是因为纽约市的社福团体、社会福利团体，他们在这个年度，因为他们承包很多政府的一些专案，然后呢，他们在年度呢，在就是预算在这一个决算以后呢，发现呢都有在过去他们在1980年、1970年的时候发现有剩余要缴库，
哦，后来他们就跟这一个纽约市政府呢，他们就双方就取得默契，好，那就不要缴库本。哦，如果有剩余的话，比如说其实剩的钱不多，比如说你一个计划可能是执行100万，那你可能执行了98万，剩2万，那叫缴库，然后说麻烦，他就说好，那这些全部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了以后成立一笔基金，然后他们。然后呢，就委托一个团体专门来编这个杂志，编的这个杂志印出来以后，免费提供给街友。然后呢，这些街友就是按照市场的价格卖，哎，比如说啊，假设如果才100块，他就卖100块，他不是一种。那他认为，他们觉得说街友这个在那边街卖呢，事实上呢会变成，因为大家知道纽约第六大道是他们在纽约市也是金融中心啊，那边都是上班族，不是那种。不是像我万华这样，那等于就好像我们在信义区卖一样，哦，那有很多上班族这样，就好，他认为说那个是翻转，就是秦刚才师姐也说，就是说，你跟街友平常的干公益的关系，但是当他在卖东西的时候，你变成是顾客，他是销售者，他是完全不一样，他的眼神，你买东西给他的眼神，啊，他拿给你，那是完全不一样，那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哦，那是一个很大的哦。那当然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人行道那本书哈，他讲的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那本书，那是不错。好，那所以我刚才说纽约他也允许这样子一个非正规的一个经济在那边哦出现哦，然后呢也维持了其实也某种吸纳一定的社会稳定。好，好，在纽约是这么样的一个。高度繁杂的一个大都会，好，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好，就是很特别，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放大家哈，这个问题哈，看有没有问这个两位的，我们，哎，我们时间有限哈，来，大家，我们先收集三个问题来，来这边一位，好，这边一位，那还有吗？那我们先收集这两个问题。来，老师，李老师好。我想先请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能不能先快速的跟我们讲一下，说浪人食堂到现在，他成功能够毕业的，就是不会立刻就回来的人的毕业人数大概累积多少人？然后他们一个人从进来到能够毕业，他平均大概需要的时间是多久？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今天，社福体系没有办法说一个系统 cover 到所有的议题跟面向，那我只是说一个想象的问题是，如果是你抛弃目前所有的框架，如果你来设计目前针对，比如说你做的这个所谓的无家者的需要的一个社福系统的话，你认为该怎么样去建立对于这个医学适合的一个社福系统？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就不要考虑现在的框架，就是你来重新建立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建？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问进出的是说，如果就你想请问的问题是，如果就你的分析，你觉得当初于佩兰对于大致的分析套用在浪人食堂身上适用或不适用？那原因是什么？谢谢。好，两个都很大的问题，很深入的问题。上面有讲到说一起解决贫穷的问题，不是解决贫穷的那个。可是现在台湾面临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台湾的状况刚好倒过来。台湾的状况其实不只是贫穷啊，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会先去，他们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很多台湾人的思想是，你为什么会提？他们不会想到说，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反而在想说，为什么你有不一样的声音？我要先解决掉你。然后就会开始，一群人开始去围攻一个人，或少数族群的状态。然后其实像你们刚刚讲的，有其实他们那一群人，他们遇到的事情，其实我也有类似的那种经验。但是不是因为我有体验过他们，而是因为
站在少数族群的份的这一个地方的感觉。因为像我自己有亚斯伯格症，还有亚斯伯格症啊，就是然后其实我在人际关系上我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们那遇到那个很多人那一种什么没办法应对处理那一种，其实我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其实像之前不是有 LGBT 那个地方，其实我当时有去声援他们，为什么？这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少数族群的关系，我能够清楚的知道被主流所排挤的感觉是什么。然后第二，目前我们就先这个，因为我们另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想，没关系，等一下想到再那个来。我们有人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请他们先请那个思贤来回答。我想刚才我先跟陈立伟讲的问题，就是让你知道成功能毕业的人数，然后平均的时程，目前是人数是零啊。对，如果照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如果说毕业，刚刚讲毕业，我前面有讲，就是说我们毕业是指他工作赚到钱了，然后出去租房子了，有独立的住居所，对。但是他后来又跑回来了，对，所以就不算了，对不对？所以是现在应该是零个。好，哎，有一位就是像刚才那徐大哥，他也出去了啦。但是说老实话，因为徐大哥他是我们不止一个组织在做培育，就是他是一个年轻人的对象，所以我们也不敢说这个是我们的成果。哦，那他当时是比较快，啊，大概3-4个月吧，对，就出去。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很难去估。第一个，我们的容纳量都没这么多，也是有一样的没办法这么多，也没有超过10个人吧，对啊，总共进进出出也没有超过10个家的，所以你这个估计很难说得准。那另外就是说，我确实地址性很大。那这边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刚刚最后有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图。那我的意图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了解，今天每一个无家者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第四级，而是这个社会应该要在每一级都有容纳他的空间。OK。那么我是一个相对主流的人，哦，相对儒家的是一个相对主流社会的人。那我没办法完完全全抛弃我所有的学习、我的知识、我的所有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邀请，就邀请你，因为在那个同心圆里面还是含有意识形态，就是第四级好像比第一级高嘛，对不对？还是有这样的意识形态，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不用强迫他一定要往第四级走，但是我必须让他在每一级，他减少他的防卫，可以在那边有更多的生活选择。那如果今天照我们的预想，如果是照我们的预想，我们邀请成功的话，他在第一级，如果他觉得他的选择扩展了之后，他可以再往下一级。OK， 那这个是他自主权的一个扩展，而不是我们给定他的。哦，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说毕业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有犹豫，就是说要什么年龄段，因为有些五家也会确实他要做一个爬太长期的工作，有人可以长期的投入到大城市的工作，可能状况不一样。好。哎，我不知道。其实只要看。如果你说比较便宜，是单亲妈妈跟你说的，我没有问题，我就这么话。这个就是。其实。
几千块钱。对，或许这个是有用的消费讯息。对，就是要再了解一下啊、哦，因为居住地会有一个，就是他工作机会的连接，各种资源的连接，这可能要同时的再做考量。对对，我去这样。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居住确实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需求。那另外就是这个重建社服系统的话，要服务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灾问。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那至少我现在思考哦，自己，我觉得在层面，在这个层面，我觉得第一个工作者本身，很简单的，专业能力的人数要足够，这最基本的吧。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基本一直在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谈有什么专业，光人数就不够。那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协会现在在整个投入这个工作，对啊，我们这么庞大的事情，多少人？一个正职，两个兼职，每两个人把这个东西撑起来。对，我们都是自我剥削嘛。好，那公家机关好一些是有多，但是。力量是不够，人数要先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我自己觉得，在这里，如果我们讲那个社福体系本身，那我们就讲这里面工作能力本身的问题哈。我觉得社福体系本身的工作人员、社工人员本身要有互相承接的一个网络。我觉得现在的社福工作是一个非常高压，而且很容易让你受伤，我是指心理上的受伤。而现在的我不知道，教育体系或多或少有一点就是需要教育社工人员哈、哦，我不知道懂不懂，不要回去讲哈。就是会不会去期望一个社工人员有足够的抗压性啊、哦？就是。哎，你这么容易受伤崩溃，然后不做社工啊？那你抗压性不够啊？就标签贴上去了。我觉得工作人员的训练不是一种人格特质的塑造，而是你要怎么样张开一个这些人之间的一种资源网络。受伤，我也会受伤，我找人讲嘛，有没有愿意承接？我愿不愿意给人承接？这件事情有没有这样的对象？那我觉得受伤的妇女这件事情是整个社福体系里面我觉得被忽略的一块，而我们一直去强调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负责是他自己不受伤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啊。那之后才可以谈，我觉得这工作人员的部分，我觉得人先把它建立好，网络建立好之后才可以谈到服务的问题啊。那我目前怎么想？刚刚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非常久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致来比较让人心疼，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可以比较的一个观点哈。第一个，我要的大致的整个体系有没有配置社会工作者？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知道让人心疼这里是有社工，所以其实从让人心疼的一个角度是，它某种程度它不只是。跟这一群我们在讲的服务者之间建立一个经济的连接，它还有所谓的社会资源的连接，哦，网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构。那如果大致那一块没有，它只是纯经济的一个连接而已，这个可能是两个在组织上的一个第一点差异。那第二个差异是，大致那一边是没有受雇佣关系的，他们是承揽，透过一个承揽关系。那在这样的承揽，其实事先有谈。它其实是用雇佣的概念，雇佣的概念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大致的争议就从这里来。就徐凯写的书里面就有在抨击，他其实上是利用这样子的承揽关系规避了雇主的责任。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之前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点，其
这一些人愿不愿意进入到我们在讲的受雇关系？因为受雇关系带领的就是劳健保，有没有？劳健保之后，他可能以前的债务都会被清查、被追查，所以这些人愿不愿意？哦，即使我们这样讲，即使大致愿意提供劳雇关系，这一些皆有愿不愿意进到这个体系也是一个问题，哦，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的话，我会来觉得说，那今天是大致片面决定跟这些人的关系是大致片面决定。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说，那大致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那我会觉得可以啊。那我们可以彼此之间，大家其实有多重的可能性。你的意愿，我的意愿，你今天愿意进入到劳动关系体系里面，接受雇主的指挥，然后雇主对你有一定劳务程度的要求，哦，你要给付多少劳务工资嘛，哦，你要领到多少工资，你就要给付多少劳务工资，这是必要的。如果你今天愿意这个体系，那我觉得大致其实是应该 OK 提供这样的一个劳工。但是对于不愿意的，那其实孟总就现在的这种称赖，也许对这些街友而言，他可能觉得他喜欢，他想要先在这个体系里面慢慢的处理。所以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的经济组织里面是提供的这种多元性的关系存在，然后这种关系这种提供不是单独否我经济组织的需求而已，不是为了企业个人的需求自己的需求，而是彼此的需求都能够兼顾去协调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处理模式是更有可能形成我们在讲人的人的位置是优于资本的，因为你兼顾了，而且你也顾及到的所需要的，他的各种社会面向跟制度的一个期待，这是我的简单的一个回应。好，对啊，刚刚那个大致的接友啊，刚才其实按照进出刚刚的逻辑，他们也可以自主来成立劳动合作社啊，也是一个可能啊，自己成立有雇主组织啊，对啊，然后集体的跟大致来批啊，这个，然后他们自己的劳动合作社也有可以自己的资本啊，这个有非常多的想象，好，我觉得，哎，那，因为我们时间哦已经差不多了，哎，那我们还有问题吗？如果，好 ，OK， 那我们赶快，哎，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我在思考，就是很多台湾的人说，想要让我们台湾能够像欧美那样往那边前进，可是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都只想要硬体的设施，但当你跟他提到说，要不要从人家的思想来看时，你就发现一件事，他们就会告诉你说，那你不如去移民到那个国家好了。你们有遇过什么状况吗？你们有发现到过什么状况吗？对，因为这是我现在遇到，我现在做的项目，其实我自己有研究西方的教育，然后其实我研究完后，我就觉得，他们是没有错的，可是我在想的是，奇怪了，一个好好政策，在欧美可以推得很好，甚至说他们可以把，他们也能把川普这种人培养出来，这也很厉害，但是为什么在台湾就培养不出这种王人这种奇才？这是我在思考的。川普是奇才啊！但是看在你们的眼里啊，多数人的眼里就是奇才。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么讲好了，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直接就把制度移过来。每一个制度的发展有它自己本土性的风土、环境、气候都建立起来。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台湾我们一直都在羡慕北欧的制度，哦，对不对？对啊。从坟墓到摇，从摇篮到坟墓，多棒啊，多爽啊！我们都希望台湾像北欧一样有这样的福利制度。可是问题是，北欧的福利制度不是来自于天上掉下来的资本，它其实是伴随着高赋税的一个所得的收入，而且它的赋税更直接的是，其实它的个税不是来自于所谓的纯富人税，不，它来自于更大的一个团结税基，叫做消费税。
消费税的概念，所有的消费行为，北欧我看过的例子，丹麦科25%，瑞典科22%，所有的北欧五国都在20%以上的消费税。各位，台湾的消费税就是我们的营业税百分之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移植北欧的制度，可以我接受，那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的消费税、营业税也要从5%慢慢拉到25%。那这个伴随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去过北欧，北欧物价高到一个麦当劳可能折台币可能200-300一瓶，哦，可乐可能也要折台币100多块，但是这就是一个代价，这就是一个代价。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说，我们对于权利跟义务关系是一个整套。全世界我们不存在一个我只能要权利不用尽义务，这种制度绝对不会长久。哦，绝对不会传统。所以台湾其实要谈制度的移植，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理解那个制度背后，它是不是有其他制度相牵的观念。你单独把一个制度切，你要的拿过来，但是它之间横向的关系你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制度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它必然会是一个灾难。哦，它必然会是一个灾难。所以确实，哦，台湾我觉得我们要去做制度移植的思考，还需要更全面的一个观点跟一个强调。好，那我们谢谢今天哦，两位主讲者，然后我们是不是给他一点掌声？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好的来这边哦，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为止。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哦，以后有空晚上的时候去劳合夜市，注意在劳合夜市，对，浪人食堂走一走哦，搞不好也会遇到事情哦，然后去。上网打卡，哎，浪人食堂有粉丝专页啊，哎，大家赶快去这个按赞，哦，中山站，对对对，然后出来，然后夜市呢，进去看到招牌，进去靠右边，一直走进去，靠右边啊，二号出口，对，然后看到然后夜市那个砍棒，你就进去靠右边，一直走，走进去应该大概500公尺，比较靠近那个离捷运比较远。离捷比较远，慈惠宫那个慈幼宫比较远的地方的。好，我们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